竹披双耳具，这才是草原上最好的马。这是我今天新买的马，如今你受到了惊吓，我不管，你把你那匹马赔给我。让姑娘受惊了，德让在这里给你赔个不是吧。只是此马性子刚烈，你驾驭不了。你只要赔给我就是了。这里有十两，全都给你拿着吧。钱我不要，这马你驾驭不了。